OK，现在我们在弗林汉的医院，我们要接受一下这个 COVID-19 的 test，希望没有事啊。OK，刚刚从医院回来，现在医院说今天已经过时间了，检查不了了，只有明天早上9点钟再回去做检测。那么明天早上再说吧。现在我们在和医院正在等待，在等待。好，我们现在在做登记，登记完以后就会做检查。我的也会做，我就说嗨，今天去过医院以后，检查过以后，现在打过了这个健康热线，然后健康热线里面说我们要自我隔离14天。在英文里面，这个 quarantine 和 isolating 是不一样的，一个是隔离，一个叫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待会儿我来上网查一查资料，看看到底该怎么翻译啊。quarantine 会比 isolating 更加厉害，非常的严格，但是 isolating 会没有那么的夸张。你可以跟别人住在一起，但是保持距离就可以。所以今天算是第一天，今天算是第一天，后面还有14天的时间，我们拭目以待，等待结果还需要好几天时间。隔离期间第一餐，晚饭，米饭。哇，终于有中餐吃了。Morgan, say hi. Turn it? No, this is the right way. 不能看到他自己。我不能看到我自己，爸爸。Okay, now you can see. You say hi. Hi. 嗨，好啦，吃完饭啦，吃完饭我们现在要到湖边来玩一玩，是不是啊？我的小 baby 丽娜，还有 Morgan，